伯带我们来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往北痛打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千里之外，他准备要狙杀、要修理伊朗。不管他打谁，背后你都看到了摩萨德的影子。而摩萨德在这一次如何放长线、养套杀，杀到你不知不觉，甚至伊朗内部的反摩萨德组织里面，满满都是摩萨德的人啊！大家去想一件事情：今天以色列你要去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那么你想要借由空袭来炸死位于地下碉堡的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第一个你要知道他在哪吧，第二个你要用空袭的方式把他炸死他，那你的误差值我看不能超过那一两公尺，你才有办法炸死他吧。那你一定是有什么，有内应嘛，也就是说你要有里应，就是我们讲的卧底，然后你要有外合，就是你的空袭嘛，而且还得随时精准掌握。你去看国外的一些这些军事片，美国要千里迢迢去炸中东某个极进组织的领导人，还要透过卫星呢。那你现在只是利用空袭，你就想要把这个我们说的纳斯拉勒给炸死的话，可见真主党不止领袖，还有那些高层们，你们周边早就有很多，要么就是摩萨德本身的特务就卧底在你旁边，要么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线人，或者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被以色列的特务组织摩萨德给策反了。好，那这件事情呢，因为随着我们说的纳斯拉勒上升之后，才渐渐被曝光。外媒说，我告诉你啊，伊朗的最高领袖啊，哈米尼其实早就有发现纳斯拉勒你身边有很多的这些以色列的眼线，他已经提前预警，他要当心摩萨德在你旁边埋了很多的特工。对，而且呢，是在当初的那个 BBGO 连环报、无线电连环报之后，哈米尼就马上告诉了纳斯拉勒，你好，旁边太多眼线了，而且我们伊朗也不知道是谁，所以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赶快来我们伊朗躲。你从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到了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搞了半天，真主党现在啊，我管你现在什么萨菲丁继位还是谁啊，他们现在觉得我背后背脊很凉，因为我的老大哥伊朗似乎也罩不住我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两个伊朗跟黎巴嫩真主党。本身真主党心里想，哎，我是你抵抗轴心的马前卒，结果呢，你不再保护不了我，现在啊，你伊朗身边的人我不敢相信了，因为你们也被摩萨德渗透。然后伊朗心说啊，你真主党身边的人我也不信了，两边现在变成也会互相猜疑啊。好，这个就是以色列恐怖之所在，他不但能够挑拨你们，他还能够让你们。整个安全感全无，你谁以后还敢为伊朗效忠呢？周伯，我问你，你刚刚提到了摩萨德的恐怖在于，再没有比接下来这个情境更恐怖，在伊朗里面有一个极为神秘的反摩萨德组织，而这个组织里面居然里面都是摩萨德的人，哎，这是无间道的终极版啊！到底多恐怖？话说呢，这个前总统他就讲。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为了想要抓出这些，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务，我们呐，干脆就成立了一个反渗透组织。他挑出了一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还去挑了20个干员，都是他们，我相信应该也经过身家调查，一时之选了。对，一时之选，而且一定经过身家调查，要身家清白，效忠伊朗。结果呢？结果这个。”总共21个嘛，一个领导人，20个成员，竟然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卧底。什么？你这不是请鬼拿药单，真的贵得有多？你去找的那些人，你自以为忠诚，结果这些人都是以色列已经策反的这些卧底。所以，当你想到了下一步的时候，摩萨德已经想到了下五步了。你的下一步、下两步都在他的剧本之中，也难怪。这个脸丢到全世界了，结果呢，弄到那个领导人还有那20名特务，不但没有帮伊朗去揪出以色列的卧底，反而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既然都身份都快要曝光了，他们就渗透了
伊朗的核设施。来，我们要晓得伊朗的核设施，那一定是只有一些高层才会知道第一它的位置所在，第二就算知道它位置所在，你要进去也比登天还难，因为它有4公尺的厚钢筋混凝土保护层，而且这些碉堡都是位在地下50公尺，核设施这么隐秘，外面又刀枪不入，那么里头呢才会在最深处去放伊朗号称有5000台的离心机。可是没想到伊朗前总统就爆料，你我成立这个组织，没想到这个组织掐贵腿油端，还反过来把我这些核设施的5000台离心机炸掉了90%，4500台。那他们怎么做到的呢？我告诉你啊，他们呢其实一定是要里应外合，就是先策反了核设施里头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大概10位，然后呢他们这些卧底呢再利用无人机载着炸弹，然后以中远距卫星遥控的方式让无人机载着炸弹飞进碉堡地下50公尺下。我知道观众朋友听到这里有疑问哦，所以伊朗是塑胶做的，都不知道无人机载着炸弹飞进来。对，当时根据他们回忆，伊朗的核设施的保安做的之差。好，然后飞进去之后呢，那不是因为伊朗已经有10个科学家工程师都被策反了吗？所以这些炸弹无人机载进去交给他，他们在偷偷的避开监视画面，去放在所有你想炸毁的离心机附近的这些电器设备。我讲到这边，你已经知道了，从伊朗前总统的爆料就知道，他们的核设施竟然可以被以色列这样子的恶搞。但你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久以前实施的吗？是18个月前就做了，然后你伊朗还神不知鬼不觉。为什么人家说摩萨德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报新闻的分分秒秒，随时伊朗要对以色列展开极为猛烈的袭击跟反攻。为什么？我们先问，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又把谁给斩首了呢？伊朗已经预告了，接下来6个小时取消部分航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播出报新闻的同时，伊朗随时会有反击的动作。伊朗一改过去克制的立场，现在已经为最坏的局面全面来准备，那就是以色列的猛力报复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要到来了吗？事实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紧张，我跟你讲，从各个的小动作里面，你会发现到好像战争真的一触即发。是，现在伊朗的这个民航组织居然宣布，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呢，要用营运限制作为理由，取消国内机场的部分航班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取消部分航班，那意思还能飞啊？没有，告诉你，基本上它等同于是机场要封闭耶。而且呢，这个时间是等于是我们现在在播出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生效。什么原因要禁空这个机场附近的空域呢？因为过去认为说，可能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空的部分哦，接下来也有很有可能呢，要么就是被发动攻击，是；不嘛就是他可能自己要发动攻击啊。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伊朗确实把很多态势啊做得非常足，尤其啊像你够像画面上面这种实质攻击之外，伊朗现在也跟你做大外宣，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伊朗呀，居然用说，我告诉你哦，我的弹道飞弹是发射，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不是电脑特效啊，他们居然发射无人机啊，是用无人机在空中啊，对准他们这个所谓的阵地的部分呢，同步这样飞弹都发射出去哦，这个是无人机的一个视角拍摄出来的，是伊朗飞弹发射的画面呢，而且他的无人机基本上你看它定位就定在那个地方啊，没错，所以他那是特地去锁定，而且就拍给你看说，我告诉你，我万弹齐发的画面就是这样哦，而且呢，现在也被发现到说。像伊朗啊，他这一次看起来他攻击的这个对象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对不对？可是伊朗跟以色列基本上不是在边界跟边界交界的国家，他不是上千公里远吗？他中间还隔了约旦啊、沙烏地、阿拉伯啦、叙利亚这些国家，对不对？结果呢，现在呢，他们发现到很有可能他们是用到就流星3型的这个弹道飞弹。嗯，那这个弹道飞弹是属于中程的弹道飞弹，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它是属于液态燃料式的。那所以代表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液态燃料式，它又采
采取所谓的公路机动式，也就是我要发射的之前呢，我才把这个所谓的液态燃料灌进去。那它可以打多远？可以远到打得到以色列吗？它现在号称啊，是说它的射程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啊。我那打得到哎。对啊，所以如果它今天要跨国的这个来进行攻击的时候，看起来最有可能就是使用所谓的流星三型啊。好，任俊，我问你。在上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在 K 哈马斯，以色列在 K 也门的时候，伊朗相对克制哦。是，为什么他突然一气之间拉高了对战的态势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会发现到说，伊朗啊，之所以把这个态势拉高，很有可能是一些他所谓的实质的领导人啊，在这一次这个被袭击啊或干嘛这样，哎，有可能陆续都丧命了。现在传出来讲说，伊朗的指挥官很有可能死在黎巴嫩的轰炸事件当中。那这个是他的所谓的革命卫队的精。对哦，一个叫做圣城旅的指挥官卡哈尼啊，那传出来讲说，很有可能以色列当时在空袭黎巴嫩的时候呢，这个卡哈尼啊就已经这个所谓的空袭身亡了。你的意思是说，就上个礼拜的事情，对，2000磅的钻地弹夯下去，斩首了真主党的这个领袖，同时也斩首了圣城旅的指挥官。而且这个指挥官哦，据传当时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真主党的接班人啊，萨菲丁啊，他们这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地下总部这个地方进行秘密会议啊。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色列方面现在传出啊，还不断的用无人机在攻击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正深入到地下那个地方去看说，哎，到底这个死伤状况有多少？我问你，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如果锁定了这个圣城旅的指挥官卡哈尼，他很重要吗？他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苏雷曼尼的继任者，你知道吗？苏雷曼尼耶，是啊。而且你想想看哦，他们这被称之为叫做精锐部队，叫圣城旅啊，是，就代表是他们其实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凶残，你知道吗？对。所以呢，接下来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啊，他之前所一开始说用什么 BBQ 呼叫器，对，然后再来呢，就跟你讲说什么无线电，对，现在跟你大规模的这进行所谓的空袭跟轰炸，对于伊朗来讲啊，如果他这些所谓的继任者，真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就遇袭身亡的话，伊朗有没有可能真正就发动更强烈的攻击呢？所以他对付伊朗跟先前对付真主党一样，我不但斩首你现任的指挥官，连可能存在的继任者，我一个我都要收拾啊。所以现在大家在观看，就是以色列啊，如果你今天要把战事扩大，或者是你一次哦就把它斩草除根的话，美国的态度就很重要。是，你知道之前啊，像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被问到说以色列在这个攻击的时候啊，是不是要去攻击这所谓的核子设施，拜登基本上他的态度都是什么，你知道，他都是不赞成，因为他比较希望就是说以色列啦，跟这个所谓的伊朗，或以色列跟黎巴嫩啊，这些他应该有一个和谈嘛，要有和谈的空间，对不对？可是呢，现在在选总统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川普啊，川普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抱持不同的意见啊，他直接讲说拜登那个回答是错的，为什么？他说呢，以色列本来就应该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啊，他说你伊朗先之前也不断的用飞弹去打这个以色列，那以色列也是受到这个损伤的，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直接就攻击他这个核子设施，他说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你们所想的嘛，你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而且大家会讲说，你如果去打他这个核子设施，会不会把战争变得更为扩大，甚至一发不可收拾？你知道吗？川普居然讲，他果然是川普，他说先打嘛，打了以后再去担心其他的事情啊。那我问你，如果以色列真的展开了最猛烈手段的报复，他会怎么做呢？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说伊朗在做大外宣，对，我跟你讲，以色列在最近也很奇怪，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所谓的摩萨德发布了一篇旅游指南啊，是。那我们讲以色列的摩萨德，他要发布旅游指南，旅游干你摩萨德什么事啊？而且再就是旅游指南，要么就旅游以色列，对不对？没有啊，他居然公布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电厂，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电厂它居然是伊朗的电厂。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摩萨德你的旅游指南去公布伊朗，而且很特别是什么？你知道他用这个空拍的部分，把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最大的循环发电厂的影像跟附近的景色全部拍给你看，是代表什么？你这周边的资讯我都有啊，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是不是有点预告了？如果我要猛烈回击的话，我第一个就打这个电厂呢？事实上，这个电厂哦，它的发电功率将近3万千瓦，你知道？那目前也是德黑兰用电的最关键的一个电厂，所以它现在表面上跟你发布旅游指南，但你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直接告诉你说，你这个电厂其实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知道，我如果今天要攻击你，很有可能啊，我是势在必得啊，打电厂，同时也要打油厂，
打这个炼油厂，那个是他经济命脉，什么打蛇打七寸，油厂就是伊朗的七寸啊。欸，如果今天真的要断掉一个国家最大的后援，经济力的部分，如果你把它一次摧毁掉，我跟你讲，基本上很难持久，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传出来讲说，其实以伊朗来讲，它最重要的外汇的这个所谓的来源哦，其实来自于石油。那现在的传出来讲说，很有可能伊朗啊，对，以色列啊，会针对这个哈格岛这个地方啊，可有可能会产生攻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设施几乎集中在这个所谓的波湾北部，其中最大的地区就是在哈格岛这个地方啊，有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这里出发，所以这里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油库。但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今天这边被攻击的时候，现在国际已经开始在预判哦，就是如果你今天 OPEC 的这些国家没有增加生产的话，很有可能呢，这个地方一被攻击的时候，哎，全球的油价一桶可能会上涨20美金左右，哎，这一上来之后呢，哎，对于全球的波荡可能就非常的大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最近的伊朗，在更早之前真主党，然后再来哈马斯，南方还有一个也门组织，哎，以色列你到底要几方开战？你要把这些地方通通加沙化吗？所以现在你要不要和谈哦？老实讲啊，你以色列要有想法，伊朗也要有想法，甚至你刚刚所提到的其他几个周边国家，他们都必须要有共同的看法，之后才有办法往下走下一步啊。没错。但问题是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居然去警告伊朗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你只要小心。”你的下场可能会变成加萨或黎巴嫩啊，那这代表就是说你伊朗很有可能接下来换我以色列要针对你了。这个第一个来自于是美国官员现在已经表示说，哈马斯的领袖叫做辛尔啊，他以前啊，大家一直在希望能够游说，就是说啊，你这个以哈的这个战争哦，大家能够有和谈的这个机会。但是现在讲说这个辛尔自己本身的看法，哎，日趋悲观哎，而且对于啊，大家原先希望推动所谓的停火协议啊，现在开始已经这个进行否决了。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说辛尔啊，他自己觉得很有可能啊，你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我有一天也会死在战场上。所以如果今天我迟早都要死的状态之下，我干脆去攻击以色列，把以色列陷入到规模更大的区域战争里面，那让你以色列腹背受敌啊，在他打一打的时候，哎，搞不好我也可以化解危机啊。那我问你，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你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你如此的口出狂言，他第一个死亡笔记本就应该对他展开斩首行动啊！所以外界也认为说，你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哦，很有可能不会被你这个所恫吓嘛？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他的情报组织跟他这几天所展现的决心，就是我不退让，你知道？这里面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刚所提到这个像辛瓦这个哦，现在呢有卡达的官员说，哎，这也很奇怪，你知道？因为辛瓦从这个8月份之后啊，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公开露面的，那这个是非常极少数啊，在当时公开露面的一个画面。而且传出来讲说啊，因为之前。以色列不是很厉害，用什么 BB 扣啊，用那个什么什么无线电啊，就给你轰炸，对不对？就炸死你这样。现在传出来，他已经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辛瓦对外沟通只使用纸跟笔啊，用切啊，影下啊，你知道，用写的就不会有电波泄露的这个问题啊。而且你知道吗？说他虽然已经公那个没有公开露面，但是呢，他到底人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有个说法是说，辛瓦很有可能已经被杀了，你知道？可是你又没有证据。结果也有讯息讲出来，讲说这个辛瓦很有可能干嘛？你知道？因为呢，之前呢。这个所谓哈马斯有抓了一些人质，那对于这个美国或其他国家来讲，人质的安全最重要。对，所以辛瓦很有可能跟其他的人质这些哎困绑在一起，你知道？哦，你要杀我是不是？那你连你的人质一起杀？哎呀，你再给我钻地看看啊！啊，我如果我今天告诉，因为这个讯息一定是什么刻意被放出来嘛。也就是说，美国你知道，美国哦，如果他今天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轰炸攻击的时候，他一定要确保你说周边这个无辜人员哦，要减少到最低的死伤的状态之下。但是所以这个讯息一出来的时候，感觉上哎，其实希望也做足了准备啊。好，观众朋友，当我们在看到了越来越危急高涨的中东局势。真正牵动全球经济的还不是刚刚看到的地道战，而是这个地方也门胡塞组织如何变成了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一个未爆弹。过去我们看到这个胡塞组织来讲，哎，大家都常常提到，但问题是也门在最近呢，哎，居然被人家攻击，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呢看起来都是用所谓的战斧飞弹来进行攻击啊。是，这是美军的这个乔治亚号的这个潜舰，哎，居然啊攻击了大概15个胡塞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你知道？而且当时美国就已经直接讲说，我打击的目标是要进攻性的军事
能力的地点哦，然后把你给摧毁掉，断你手脚，哎，让你这个胡塞组织哦没有办法再继续走。因为这一次出动所谓的乔治亚号的这个潜舰啊，它本身可以携带15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哎，你还记得美国神器？哎，美国当时在攻击的时候，是战斧就一直飞飞飞，就这样一直打。没错哦，而且呢，以目前来讲，也门有多少能够拦截的能力哦？现在看起来，哎，他这一次你刚画面上面看到这样不断的这样一个攻击，全被打到了。对呀、啊，所以看起来是美国也希望用他的武力呢，实质去恫吓所谓的胡塞组织啊。所以美国为什么花这么大力道去断胡塞组织的手脚？因为它变成了海上油源运输最大的一个威胁了。过去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胡塞武装组织，其实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发动攻击，但是呢，他们也会看说，哎，当局势很乱的时候，我就趁你乱要你命。是，在这一段时间呢，胡塞组织啊，居然呢，哎，去袭击所谓红海上面啊航行的船只，而且他攻击的居然是外国船籍的，他也给你炸。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他居然去炸英国的油轮，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他使用了所谓的弹道飞弹啊，还有巡航飞弹啊，无人机啊，跟无人艇啊，去攻击这些所谓的邮轮，完全已经不讲武德了。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我不是无差别的攻击啊，你不要这样污蔑我们。他们居然去锁定，就是说，哎，我之所以打你这个船只哦，对，是因为你这个船只所属的航运公司，对，你之前曾经把你的船放在以色列的港口这里停泊，是啊，你因为你在那里停泊，所以他直接怀疑你说你是跟以色列是有关系。哎，你知道他居然发信啊，去讲说怎么样？他说呢，哎，你们被我攻击的这个公司，你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哦，是，所以你们以后啊，这些东西啊，都要禁止去停泊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港口，不然的话怎样？你知道，你整家公司的船队都会面临被我制裁的命运啊！所以你现在看到了，以色列一国要对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伊朗联盟，美国身为以色列背后的靠山、强力的后盾，你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美国用尽多大的力气，一样帮忙在抵挡以色列联盟呢？以色列的底气最大还是来自于美国啊，所以你现在看得到的是，哎，像伊朗啊什么，如果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美国一定要给予他很多的援助。你看在这一次里面哦，美国去拦截伊朗的飞弹，现在传出来讲说呢，他总共使用超过10枚的标准三型的这个飞弹。是，但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以美国现在来讲，因为他也有国防预算的问题，还有他生产量的状况，他一年大概只能生产15枚的标三啊，一年15枚，所以他这一次是为了拦截伊朗的飞弹，一次用掉他一年的这个生产量，你知道吗？接下来就要看了，哎，拜登在任内的这最后一段时间，究竟要采取什么样力挺的态度，而且呢，程度到什么地方，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东世界真正的大危机，现在开始危机倒数。观众朋友，今天晚上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到的是，几天前才说伊朗按兵不动，他一点都不愿意卷入以色列跟真主党的战火，结果伊朗动手了。发射了超过180枚的弹道飞弹，明显就是瞄准 F-35 的以色列空军基地，还有摩萨德相关的设施。以色列呢，架起了3层的防护网，一个晚上烧掉了超过400亿，也成功拦截来犯的导弹。以色列预告了，他一定会做出更猛烈而且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跟反击。这个时候，美国角色至关重要，拜登要架起防火墙，但是他拦得住以色列的拳脚吗？伊朗重拳打了以色列，是。军相问你3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以色列会不会反击？一定反击，一定会反击。第二个，他会怎么样反击？会怎么反击呢？纽约时报说他会打他的核设施，会打他的油田，是。那就世界大战了，不得了。好，第三个问题来了，你如果以色列打了伊朗的油田，打了伊朗的核设施，第三个问题，伊朗会不会再报复？会，一定会，不然他太没面子了。是，打过来，中东全面战争，是影响全世界。现在正往这3个情境走吗？对，台湾都不能免于其性，对吧？哦、千万想好。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状况，忧心忡忡。谁？美国总统拜登，立即跟 G7 的7国领袖做了视讯会议。对，注意哦。拜登是代替7国领袖讲，是讲了3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以色列可以做出反应，是意思说你可以去打伊朗，因为反正我要拦也拦不住你了。对，你去打好了。第二个，适度，各位观众，适度不要打过头了。不要，适度什么意思？轻轻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个，不要去打核设施。打核设施就不叫适度了。是。
拜登警告以色列四度。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伊朗这次飞弹呢，是从六个地方，不同的六个地方去打以色列的。对，那他打以色列呢，缺点你看这个多可怕，六个地方，啪，181枚这个中程弹道导弹是去打以色列，那这个缺点是什么？他这一次虽然很多是发射车发射出来的，但是你基地的位置，飞弹的位置都被以色列侦防到了。我告诉你，以色列回击这些飞弹基地都是第一时间要被打的地方。好，以色列说全数拦截，我认为以色列说大话，没有全数拦截，但是也拦截了不少。因为为什么我们有看到，好，各位要知道这些很多是脆片哦，是很多是脆片，是被拦截罪，这些不一定是飞弹哦，这些是被拦截打下来脆片。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确实拦截力量是很强的，是，但是我们有看到飞弹落地轰炸，砰一下爆炸的，弹着点都出来了，弹着点都出来了。好，最可怕是英国航空公司飞往杜拜的飞机居然在飞机上面照到了，你看这是等等，所以这个突如其来连民航机都没有被告知。对，你看太危险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是飞往杜拜的途中看到飞弹一粒一粒这样，你怎么可能闯过枪林弹雨？哦，我简直不可思议。所以现在全世界航空公司都抓了一弹，是因为以色列要打回去啊。对，所以现在汉莎航空已经说了，他今年完全不飞特拉维夫了。是，那包括荷兰航空也说，对不起，我三个航线全部停飞了。好，对不对？那最绝的一件事情，伊朗立即把两个视频放出来。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呢？一个视频就是我的飞弹发射现场。哇，这个是极机密的，我就怕曝光，他还给你看、啊。对，看得非常非常，你看，哇，他是发射飞弹的。是。各位有没有看清楚？他这枚飞弹是在什么地方发射？车上，飞弹发射车上面发现。那他飞弹发射意思，他也知道以色列情报收集的厉害。对，他不让他看到他的飞弹基地。好，情报发射车，咻咻。然后更重要一点，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这发射是什么飞弹？各位一定要有经验。上一次以色列四月的时候发射300枚，300枚都巡航飞弹，那是一次一次，很容易被打掉的。这一次是中程弹道导弹，不但是看到没有，中程弹道导弹，不但是中程弹道导弹，更重要的是，居然被认出来是伊朗的法塔赫极音速飞弹。极音速，哎，对，好，极音速，我一定要跟你讲，法塔赫，它号称15倍音速，15马赫，那怎么拦得到它呢？射程可以打140公里，对，400秒之内，就飞越1000多公里。从伊朗打到以色列是，但是我个人在那边跟各位观众讲，我看他发射出去，我认为他没有到15倍音速，是不可能。若15倍音速，吹牛的，吹牛的，是15倍音速，对不起，拦截不到。我甚至认为全世界是所有的防御飞弹，包括美国的宙斯神盾系统，9倍音速以上的都拦截不到。对，所以他不到15倍的音速。好，老师问你哦，就是说短短一个晚上摸黑的突袭，180枚的弹道飞弹打过去，他都打以色列哪里啊？好，第一个，各位观众，他打的两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两个空军基地，是袭击。你看，完全这就空军基地哦，注意看啊，这好可怕的画面哦。这个是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我跟大家讲。内瓦蒂姆空军基地以前全是 F-16， 是现在 F-16 全部撤掉，换什么呢？ F-35， 隐形战机，哇，它是完全针对性的，它是针对两个全部是 F-35 的空军基地，阻止以色列 F-35 空中加油去奔袭伊朗。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恨的是谁？我问你，最恨是摩萨德。摩萨德，他跑去打摩萨德的总部，跑去打摩萨德总部。那真的有一枚就在摩萨德总部旁边，你看，这就是摩萨德总部。各位看，这是这一枚被没有拦截到，所以以色列说全部拦截到，不对的。这一枚注意看，就打摩萨德总部，哎，打到地上了，不得了。各位看，
最美打下去以后，现场好大一个坑的，各位看，各位看这坑有多大？哇，看到没有？哇，这个坑可怕了，就简直就中程导弹，看到没有？这坑，但是没有打到摩萨德总部，是，他打摩萨德总部。马老师，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样去打伊朗？他真的会去 K 他的核设施吗？拜登是不准，拜登说你不要给我打核设施。但是我认为以色列很肯去打核设施，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叙利亚当年，注意看，叙利亚当年做了一个核设施，2004年以色列就用卫星一直看到它，是看到它之后，注意看，以色列派了八架 F-15 跟 F-16 八架出动，去丢了15吨的炸弹，直接轰炸这个核反应炉，哇，炸掉了！15吨的炸弹，八架去轰炸，而且回来之后，是八架的飞行员跟总理、国防部长，全部还合影留念。以色列很少做的事情。那以色列把它炸了之后，全世界不知道谁炸的，以色列没说是我炸的。到了10年之后，以色列告诉伊朗，我炸的，你有种再来看看。这件事情10年后才解密、啊，才解密。哇，好，导播看这张照片。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对，这他被直接被开罐了，被开罐炸的样子。好，那现在所有人都在问一件事情：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打伊朗？我认为第一个核设施是会打，对；第二个油田会打，这是他的命脉；第三个飞弹基地，跟空军基地瘫痪他的武装，他就这三个会打。对，好，那问题到底怎么打？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观众一定讲清楚，你晓得伊朗的空军是不堪一击的。伊朗的空军不堪一击，伊朗空军连台湾的空军都打不过，因为它是第一半是当年美国给他的 F-4、F-5，那很旧了。对，苏联给他这个苏-24也很旧，他唯一还稍微好一点，有一个中队米-29。所以如果空军去，对以色列空军他是没有招的，他唯一的招就是他有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群，是他无人机厉害。第二个，他的防空飞弹，他有自制的防空飞弹，还有俄罗斯给他的萨姆-300，是。但以色列不怕这个，对。那以色列打他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用中长程导弹去打他，对。而且还有核弹头的，但是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个秘密，以色列究竟有什么中长程导弹，这全世界秘密，连美国人都不知道，以色列从来不公布的。这一次如果他打伊朗，以色列最神秘的中长程导弹就会曝光了，是第一个打，对，第二个打就是用飞机去打，但以色列飞机很远呢，就要空中加油，是空加油，那空中加油，以色列没有长程轰炸机，对，所以他就给美国说，你给我加油机吧，空中加油机，美国不给，对，不给，以色列自己刻苦，是把波音-707改成空中加油机，成功了，成功了，美国一看成功就说。那我卖你空中加油机，但美国空中加油机要明年才会去，是，所以以拖代变。所以如果他用 F-35 去拖 F-15， 是去打伊朗，他就要用自己土产的对波音-707的空中加油机去打伊朗，这也是以色列空前的第一次实验 F-15 这个炸弹卡车去打熊猫啊，打熊猫。所以究竟是 F-35 去轰炸伊朗，是用自己土产的空中加油机，还等明年，他等不到明年了，或是他最神秘的，是从来没曝光的中长程导弹去打伊朗。好，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关键角色，就是拜登下令2个美国的飞弹驱逐舰去拦截伊朗的这个。你说2天前那个一夜180枚的时候，美国有升空拦截，而且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海军的宙斯神盾防御系统 是全世界第一套数位防空系统，是它的正向雷达看得很清楚，它有11个大型电脑去帮忙算，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准的，但它只发射12枚，是我认为12枚通通拦截成功了。最后我要讲一个，以色列这一次为了这个打伊朗，它的3层防空系统第一次曝光。铁穹，大家都知道的，低中高是铁穹，大家都知道。对，第二个就大卫防御是中程的，对，最后是箭矢火箭，就是高的。它3层防御系统，你知道这一次为了
打伊朗，他花多少钱吗？多少钱？烧了429亿新台币，为了防这180枚导弹呢、啊？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的三层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是台湾跟以色列说，你的铁穹教我，你的大卫教我，你的剑士也要教我，我也要中高层三层防御。这一次台湾也在默默的观察，默默的学习。希望中东不要爆发全面战争。中东真的出大事了，以色列证实已经全面发动了地面行动，边境已经出现了坦克大军，而黎巴嫩政府军甚至往后急撤了5公里。你来看看这个天女散花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已经为地面部队进攻之前动用了白磷弹，展开全面大清洗大扫荡，两军的地面冲突看来已不可避免。英国已经启动了撤侨专机，美国更是增援了好几千名的兵力，因应可能失控的局面。当国际都在关注以黎全面战争是不是会开打，但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贾兰特已经证实说，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要打一场七面的这个战争。什么叫七面作战的战争呢？就是以色列的对抗伊朗的这个，以及伊朗他支持的他的一个伊朗轴心，包括伊朗在内，还有也门的这个胡塞就青年运动组织，然后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以及约旦河西岸传统的这个巴勒斯坦和哈马斯的分支，以及加萨地区的哈马斯组织，还有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这形成了以色列要对抗的包括伊朗及伊朗支持的伊朗轴心。所以以色列打了这个七面作战呢，他国防部长就不会言，我就是要建立中东地区的这个新平衡。而且美军现在也驰援了，开了2艘航母去，然后这个出动了 F-15、F-16、F-18 大黄蜂，还有包括 F-22、F-35 都过去了，以及3000-4000美金，好，也紧急要驰援以色列，避免以色列陷入他的防务空虚。当这个纳坦雅胡啊，以色列这个总理就讲说，我们的敌人要一次的这个认清，以色列是一个强大而且有能力的这个摆平这些威胁的国家。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出动他的北舰行动，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都是以色列之前呢、啊、不断的去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还有空袭黎巴嫩这个跟以色列边境，也就是以色列以北这个北舰行动呢，甚至现在看到地面部队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以北靠近黎巴嫩的地方去挺进了。这一段画面是这个照片释出来，是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啊走在了这个陆地上，像夜袭一样。这个据说是有至少100辆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车，在距离黎巴嫩它的边境大概8公里的地方集结，而且你现在看到以色列的坦克大集结，它的战车也已经整装待。准备出发，集结完毕之后呢，甚至还有包括我们在俄乌战事上经常看到的15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重型的火炮，它现在也炮袭了这个真主党的数十个在黎巴嫩境内的目标，那以掩护这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打法是非常的精准，我先空袭一遍之后呢，我再开始炮击，然后你要真的派地面部队进入之前，我先把你这个里面清洗干净，所以黎巴嫩的政府军已经紧急后撤了这个5公里，以防止现在这个以色列军队已经要长驱直入的时候，黎巴嫩的这个政府军啊，还可以这个在边境变成直接跟以色列交锋，等于他先把他的这个边界、他的这个布防的这个地方纵深往后撤。好，今天我们来看以色列的最大的重点，观众朋友，我们再说一次，他的地面部队已经全面往北方、往黎巴嫩、往真主党去推进了，而推进之前呢，他居然展开了这个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空中扫荡，他动用了白磷弹，已经全面大清洗了。对，我刚刚说以色列他要进行非常精准的打击，他首先就先大量的这个空袭你黎巴嫩，好、哦，这个空袭你贝鲁特，除了贝鲁特首都，不只是郊区，连市区现在看到市区都空袭，所以也难怪黎巴嫩的这个总理他有坦诚说，以色列这一场军事行动啊，会造成黎巴嫩至少100万人这个颠沛流离啊，战场之下老百姓是最倒霉的。接下来不只是在黎巴嫩首都这个贝鲁特的市区，在贝鲁特机场附近的一些郊区，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也发动了袭击。而这个贝鲁特机场啊，其实才是真主党他去走私许多武器到这个黎巴嫩境内啊，这个用来真主党去对付以色列的主要的据点之一。那现在也被以色列出动了这个空袭轰炸，把它给端掉了。那以色列甚至在这个黎巴嫩的很多的这个地方郊区啊，他投掷了大量的这个白磷弹。我们知道白磷弹是国际
禁止了武器，但以色列杀红了眼，他不管那么多，他除了空袭轰炸你贝鲁特，又轰炸你这个据点机场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阵地设施之外，他也要轰炸你有可能这个藏匿的地方，先把你这个可能对付他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武力或残存势力把他给逼出来。白磷弹我们知道温度可以达到白摄氏800度 C 到2500度，尤其是容易附着在人体的皮肤或者是衣服上，是非常残忍的这个武器，而且可以烧穿金属。但以色列就是要用白磷弹对付你这个真主党，他的 口号都是这样喊的。但是其实用白磷弹的时候，旁边的这个子弹、炮弹、弹药是不长眼睛的。你难保你在对付真主党的时候，黎巴嫩老百姓不会遭殃吗？他狙杀了这个真主党的领袖，之前不是炸死了这个纳斯拉勒吗？那其实大家都在猜说，哎，这不是在我们讲说中国古老的这个孙子兵法，还有中国古老的36计里面的第18计，擒贼先擒王。是，因为他不止炸死了真主党的领袖，他也靠着他的这个强大的情报网路，抓到了说，哦，真主党的这个领袖纳斯拉勒，哦，还有旁边其他像伊朗的圣城旅啊、革命卫队的这个副指挥官，还有其他几个像他们急于铲除了哈马斯的一些负责人，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贝鲁特全部都被他的这个锁定之后全部轰炸，对，至少这12名高官全部都上升，所以这个就是擒贼先擒王的概念啊。今天晚上你听到了静平刚刚描绘的这个整个攻击发起的现在进行式，是整整一年前我们看到哈马斯在加萨屯垦区发动那惨无人道的猎杀突袭之后，以色列展开最猛烈的反攻，而且看起来不会是一次两次单次的奇袭，它是一个绵密完整计划的攻击，它要从根把所有的伊朗联盟里面的逆着它的势力通通端走吗？而如果它要端走，接下来伊朗的动态就洞见观瞻咯。是的，以色列的宿敌当然目标直指伊朗，他也希望伊朗轴心的这些组织国家力量能够陷入群龙无首。接下来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就开始对他们的这个伊朗的民众开录了一段影片去跟他们喊话，你会想说，我有没有听错啊？纳坦雅胡喊话伊朗人民，他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在讲说，你们需要推翻你们的这个政权，喊话就希望他们去推翻这个伊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领袖领导人。然后这当然纳米尼恐怕会不会因为这样紧张，他认为说你必须回到几千年前，我们以色列跟伊朗古时候的两族的人民是和平相处啊，你现在这个政权是不可能，他们整天跟你们讲说，以色列多坏多坏，然后你们多好多好，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等于有点在想要帮他们做一个这个洗脑。所以当以色列的总理录制影片向伊朗人民喊话的时候，以色列就希望策动民心，因为你看到没有，当这个我刚刚讲的以色列把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给炸死了之后呢，伊朗跟这个叙利亚人已经在这个庆祝哦，这个地方你看，他们说这个他们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这个死了，那领袖死了，那对他们来说可以激励他们的士气，所以以色列必须把这个在黎巴嫩跟伊朗里面的这个明星也把他自己压下来，鼓动他们去推翻他们政权，反而是伊朗是不是有点缩回去？伊朗这样很尴尬。伊朗缩回去，伊朗不是整个联盟的老大吗？洞见观瞻吗？他尴尬的地方在于，他又不想全面升级开战。以色列是吃了圣罗铁柱，我就是跟你七面作战。伊朗在怕什么？伊朗顾忌什么？他现在经济有那个，尤其是新的总统出来之后，他现在经济也想要让他复苏。我在这个节骨眼不要跟以色列弄你嘛。然后再加上他最近又喊出来说，真主党可以靠自己，能够保护他这个自己。然后所以暂时没有向黎巴嫩跟这个加萨地区派兵协助他们计划，改口啦。上个礼拜才说绝对不容许黎巴嫩南部变成另外一个加萨。对，他说黎巴嫩我的真主党兄弟不可能单独面对以色列，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现在怕卷进去了。那你这些伊朗的轴心一个一个被以色列端掉之后，你现在缩手了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尼，那你现在难道据说已经被带往这个重要的地方把它给藏起来，是不管是地下的碉堡还是加固的这个阵地，就是加强对它的保护，因为伊朗看到了什么？我刚刚不是前面有提到说以色列出动了空袭轰炸了这个炸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那里面呢后来他们发现说伊朗的整个中东的这个势力里面啊最挺这个伊朗轴心的，尤其是在黎巴嫩他的这个真主党那边，以色列空袭他的山区，在里面发现说这个废墟里面下面有一个伊朗制造的法塔赫110弹道飞弹，你看到没有，这些都被以色列发现了，
证实说，这些飞弹的这个射程大概是250公里到300公里啊，哦，可以发射500公斤左右的弹头，证实以色列就是长期指控伊朗，你就是军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嘛，把它当成你的小弟，变成你们的轴心国成员之一啊，抓到了，所以这个红圈圈拍到了这个弹道飞弹，对，极可能就是伊朗最忌惮的。我会不会因为这些没被以色列拍到发现了，惹祸上身呢？所以他当然要赶快躲起来啊！是，而且避免被以色列像对付黎巴嫩真主党一样精准攻击炸死他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以色列新型的炸弹，我们在讲之前在这个伊拉克伊朗的以前的圣城部队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不是被美军出动了这个死神的这个无人机，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忍者飞弹去把他给炸死吗？之前在这个哈马斯也好，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他里面的都有指挥官死于这种忍者飞弹。这种忍者飞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在我们那种地狱火飞弹 AGN-114， 它里面不是采取那种爆炸的这个炸药装置，而是采取这种3片、4片、6片的这样的一个钢刀，非常锐利、尖锐的飞刀。好，这个钢刀它可以这个卷进去之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形的破窗之后，它不会爆炸，它只是把你这个全面剪烂，精准的狙击、狙杀。这一面是什么？这一面是车子的挡风玻璃，挡风玻璃才多宽而已，它可以准到只狙杀在这个红圈圈的范围。都不会滥杀到旁边的无辜啊！没错，也就是假设这个挡风玻璃的是驾驶座，它只可以杀，它可以只狙杀到驾驶，它不会狙杀到副驾驶座，也不会波及到后座的人。是，所以可是，一般传统的飞弹早就把它给炸死。所以，当伊朗意识到说，哦，万一以色列拿这种新型飞弹来对付我们的哈米尼，对付我们领导人怎么办呢？那你看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都可以在这个伊朗德黑兰的这个住宿的地方被炸死，更何况是他们自己呢？再加上以色列现在发现了这个真主党的地道，你以为只有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盖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地下网络地道？以色列跟黎巴嫩边境真主党也是盖了一大堆啊！现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这个里面，他现在发动小规模突袭，进入了黎巴嫩他的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而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里面，据说也是跟加萨走廊一样非常的复杂，长达几百公里。那真主党也是挖这些地道呢，要去通以色列，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洗脑跟恐怖的这个攻击嘛。所以真主党的地道出现了之后呢，传统以前说武装人员还可以在里面骑摩托车在里面穿梭，对，那地道路线非常错综复杂，而且空间非常的宽，据说很多的这个火箭弹多管火箭都可以在这个靠这个地道的系统去通行。现在以色列他打算就把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边境能够威胁到他们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端掉，然后把他们要该杀的目标全部给杀光。我们看到以色列真打了，18年来最惨烈的空袭，黎巴嫩这一次遇上了，以色列发动了猛烈轰炸，造成了500人死亡，将近2000人轻重伤。一个最后通牒是不是预告了接下来45天，他要展开大清洗，以黎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了吗？真主党他号称是伊朗联盟团伙当中火力最强大的，藏在碉堡里的军火库难道通通被以色列盯上，精准打击点穴了吗？美国更进一步宣布增兵，不要忘了灭国神器乔治亚核潜舰一直潜伏在中东附近的海域，在哪里他不告诉你。危机最前线，今天旺哲带我们来关注。好，所有抱歉观众，紧张了，真的紧张了，这会不会是中东大战接下来的开端呢？现在以色列已经宣布要进入紧急状况了，而紧急状况之后呢，所有的时间是先维持一周，那也希望全国的平民希望能够先躲在这个地下的这些坑道里面，包括一些攻击性极强的地区。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以色列是大规模的血洗轰炸，这个是继2006年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最惨烈的一次。目前哦，截至我们现在录影的情况，已经将近500人的因为这场空袭而丧生生命。那现在呢，数字可能还在增加当中。那其实，在轰炸之前哦，黎巴嫩南部的这些居民被轰炸地区，其实他前一晚有接到以色列军方的电话，以色列打了8万通电话给当地的居民，说你们赶快撤离，因为你们现在地方上可能有藏匿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或者他们的真主党的人员在你们的民宅里面，所以要你们赶快撤离。结果通知完之后呢，就开始大规模轰炸下去。所以你就看到了，真主党他摆明了，他就拉他的黎巴嫩平民当他的人肉盾牌。是，以色列主动通知你们快走。当我把人肉盾牌清开之后，我腾出手来就用力的夯下去了，轰炸在黑色的夜空当中，哇，爆炸声不断的发生，蹦蹦蹦，而且
当下产生非常强大的震波，你看天上的云瞬间都被这个震波给震开了。好，我问你，旺哲，是看到这个画面，老导播继续播。这个画面看到那个火光，你会发现它是挑过的，它是精准挑过的。是，这背后是8200网络部队提供给他精准打击吗？你要知道，真主党是伊朗最强的团伙，他的所有的军武都藏在硬的不得了的这个地道里面。他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都精准点穴吗？对，你刚刚看画面，为什么我们说可以说精准的打击？因为打下去之后呢，它爆炸声不是只有一个，是它是蹦蹦蹦蹦蹦，连续爆炸声，那代表什么意思？我打到对方的火药库了嘛，所以产生连续的爆炸声，甚至呢被整个真主党的火药库被盯上之后呢，以色列的飞弹都打到打到殉爆了，再用这个猛烈的威势，大家看画面，哇，非常的震撼，瞬间产生这个殉状云，哇，你就知道现场的威力有多么大了，而且现场看那民众是拿着手机在拍，结果拍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飞弹就咻 bang 在他眼前直接爆炸，当下也震撼到这个震波，连他手机都快拿不稳，那当下赶快趴下来。所以你知道，民众在看这个飞弹袭击之后，没想到下一秒飞弹就过来，你知道这飞弹跟民众距离有多接近？所以到底有完没完啊？你的 BB 扣同时引爆已经吓死人了，结果又对讲机同时引爆，死了这么多人。这一次直接告诉你动真格的，是这是真的完整的，这个也是以色列在告诉这个真主党，我完全知道你在做什么，甚至你的火药库藏在哪里，我通通知道，而且我精准打击。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很多在黎巴嫩南部的民众，当下如果逃不了，他们用手机拍的画面，其实尖叫声此起彼落，甚至他们的这个玻璃的这个住家的玻璃通通都被震碎，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画面。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个民众开车开到一半，结果发现飞弹突然从天而降，在他面前直接打下去，吓死！结果嘞，就这画面哦，他开车开到一半，突然就大爆炸，直接爆炸之后呢，画面直接黑画面。那现在这个人生死未卜啊，不知道下一秒他画面是怎么样，完全就消失了。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样的情况非常危险，你可能连开车开到一半哦，天外就飞来一个飞弹，直接打到你的车子面前。那我们知道，其实像飞弹搭狂轰炸，甚至还有变成误打误撞的情况。为什么误打误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射器其实发射出去的话，它飞弹只有往直的，可是你看。这个飞弹它是螺旋状的，而且是弯来弯去的。这是谁的飞弹啊？这个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飞弹，感觉上已经快要失灵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变成说，为什么的飞弹会绕来绕去，好像在盘旋一样，而且是，它盘旋之后打到一个建筑物，哇，等于是打到自己的人的感觉，打到自己国家的建筑物，这个是变成会不会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机制已经开始失控的情形了？所以真主党的这一枚飞弹，你看抖成那个样子，最后歪打正着，可是问题是不是打到以色列，打到自己的，打到自己的话就变成非常危险的情况。那当然说，黎巴嫩真主党当然也有去轰炸以色列，然后以色列现在也有军方的，他拍到一个画面，天空中一个啪啪啪，哇，为什么好像？好，各位刚刚有看的画面，非常多拦截飞弹的画面。好，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等一下旺哲来告诉我们，这个是今天你看到这一则军事冲突最惊悚的一个直击角度。那个就是以色列的铁穹反导拦截系统，你知道，不管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打了多少飞弹过来，它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瞬间的拦截，拦截率高达了90%，所以所有飞弹在天空中都直接被拦截下来。他们军人说，不管你以色列真主党丢什么东西过来，我通通都可以拦截。而且会粉碎他们，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其实没有在怕真主党的反击，而且他们有非常良好的反导系统。BB扣被渗透了，对讲机被渗透了，难道连真主党的这个飞弹的反攻整个系统也被以色列渗透了吗？哪有这种飞弹？哪有这种飞法呀？大家看到这个飞弹原本是往前面打，往天空上打的，结果打到一半之后，突然怎么样？突然回转，变成回转式飞弹，往自己发射的地方回去了。大家觉得，怎么这么奇妙一个地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主党的飞弹，这真主党飞弹怎么突然八股回去了？大家觉得莫名其妙，难道你的飞弹镜面已经被以色列控制了吗？所以就变成360度大回去。因为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谈这个 BB 扣，还有包括对讲机的情况，大家别。以色列是这个世界战略科技排名第3名的国家，所以你飞弹如果会往后走的话，那大家也想说，那是不是以色列已经渗透到你国家的飞弹晶片上面去了？这只是刚开始，观众朋友，在昨天晚上的血洗式的一个轰炸空袭，我们要问要持续多久？来，他以色列已经对半岛电视台下达了通牒，通牒当中被我们抓到了猫腻了。我们独家告诉你，可能这场战事要一直打45天 ，48天 combo day， 对真主党大清洗吗？这样会不会发生到全面
全面出征的一个情况，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现在包括了以色列的军方哦，突然突袭在约旦河西岸的半岛电视台分社，他一进去之后，先跟这个分社的主任说：“哎，我跟你讲，现在开始我们要锁闭、关闭你的电视台45天，而且我开始要搜索，把所有机器全部搬走，摄影机啦，还有一些这些人员，通通给他请出去。45天，你看看这个行动才刚刚冲进电视台，吓都吓死了。是，隔天。”就18年来最猛烈的轰炸，我要是电视台的那个长官，我一定先吓死了。突然一个武装部队全部冲进来，是，因为这个电视台主任，他趁还在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宣讲的东西把它讲出来，说，哎，要封闭45天、嗯，所以这个消息才曝光出去。那我问你，为什么针对半岛电视台呢？因为我们知道半岛电视台过去都被这个以色列有视为可能是有哈马斯的影子在里面的一个情况，甚至我们过去又发生过说，以色列的这个组织哦，这个摩萨德哦，其实他过去有指责过半岛电视台，说什么你曾经泄露把讯息泄露给哈马斯，说这个曝光在这个加沙地区的边境有以色列军方人位置，所以你把这讯息给了哈马斯之后呢，所以让这个消息曝光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情况之后要先把电视台先控制住，他怕消息走漏出去，或者说，他可能接下来45天要展开大规模的一个攻击情况，不让这个画面可以传到外面出去，必须要经过以色列的控制才能够出去。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这个世界。对于普丁来讲，他深知这个道理。另外一个火药库，我请金明他们来看到，倒数6天了，俄乌战场，普丁的最后下达的通牒，他现在。时间不多，俄罗斯电视台先下手为强了吗？居然去模拟核爆伦敦的画面，要让全世界看看200万死伤怎么造成的？伦敦是不是已经濒临末日了？俄罗斯最近不断的在威胁到这个伦敦，尤其是这个普丁面临的这个俄乌战事啊，似乎很难力挽狂澜。他是不是要把他最后的杀手这个大武器杀手锏啊，这个丢出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开始下战书？你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的电视台最近开始去模拟轰炸英国的这个伦敦。这个应该是不是就很有名的泰晤士河？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核爆，那不敢想象哎。而且在那个模拟当中啊，俄罗斯他。使用一枚当量大概是75万吨的这个弹头，是爆炸发生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太阳炙热的这个燃烧，然后那个火球迅速的扩展，大概到这个每一平方公里，大概950公尺的半径啊，每一个困在这个核爆的这个火球的范围当中啊，几乎都会瞬间的气化。是，那气化是什么意思？那几乎就是瞬间的这样子，整个好像消失一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极高温的空间之下，每一个人所有的活着的都照顾阳光，就好像那个复仇者联盟电影一样，哇，就整个消失一样，那是非常恐怖的。恐怖哎！那估计至少超过200万人的死伤，在英国承受得了吗？是。那如果75万吨的核弹直接丢在了这个伦敦，丢在了这个大笨钟泰晤士河这样的一个伦敦的这个地方的话，那恐怕不只是200万人死伤，直接的就导致85万人死亡。这个英国啊，肯定这个跳起来啊！好，金平，我问你哦，今天这段画面大家都在讨论。普丁啊，普丁，你在最后6天完全没有眉目，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把占领的乌军赶出去，就放了这一段。你到底是暗夜吹口哨，还是普丁他真有底气呢？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想要丢这个底气出来，就是丢核弹？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把镜头瞄准到全球最强的洲际飞弹，北约代号 SS18， 他们自己的这个俄罗斯的代号是 RS36， 欧洲北约就认为它叫做沙弹，这样的一个末日武器呢？速度达到23马赫，23马赫有多快？我跟大家讲，一马赫相当于1225公里时速哈。那如果是23马赫，就是2718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那地球周长大概是4万公里，也就是说，这个沙弹飞弹一旦发射出去的话，它可以一个半小时就绕地球一圈了，多快啊！那我问你。所以它快到你拦截不住，这个沙弹如果它带上了核弹头，那就是核武攻击快到你拦不住。我就问，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发射井，趁你还没有发射，我就把打烂你？偏偏它这个发射井地底深39公尺啊，那它也是非常的这个防护力，可以承受至少它的这个600 psi 的攻击，也就是每平方公分大概36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当量的这个爆炸的攻击。它非常耐打，然后根本伤不到它。我们不是在讲核爆的时候会有这个产生这个电磁脉冲吗？所有的电子仪器都会宕机挂点。是，它在核爆攻击的时候，它的这个电站的设备还有电子仪器完。
全不受影响。它在前苏联时代，这不是新的飞弹了，是这至少是上个世纪有研发的。可是呢，美国为什么从上个世纪一直盯它盯到现在，在八九零年代就一直希望它被裁减，当时全苏联还有3000多枚，现在大概没有那么多，剩下几百枚。我问你，今天撒旦呢？撒旦是在最后才说哈的。现在什么时间啊？你普丁你认怂了吗？你居然把这个东西说哈出来，是不是代表你已经弹尽援绝，没弹可用了呢？你想想看，他现在这个攻打乌克兰啊，伤亡那么惨重，是不是在地面部队啊，几乎都已经被乌克兰，还有包括乌克兰后面的北约跟美国这样子帮忙架子，是摧枯拉朽式的消耗殆尽。所以他是不是要打算把这个核武丢出来，丢到欧洲，不只是英国，甚至像上个世纪一样恐吓美国吗？那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这样的做，其来有志的。因为他不止在俄乌的战场上不断的去吓大家，然后把核武这个王牌丢出来给大家看。他在这个远东地区啊，最近他在日本的北海道的李文岛哦，这个他附近的空域啊，也出动了他们1238反潜机，也是他们的巡逻机。是他在飞行的5个小时当中，连续有3次呢侵犯了日本的这个李文岛他的这个上空的空域哦。那日本就紧急出动 F-35 跟 F-15 战斗机去这个做他的一个警告，想要驱离他。那其中 F-15 战斗机呢，他就在他3度侵犯到领空的时候，他就发射了这个热焰弹。热焰弹也叫做热铀弹，是一种干扰型的，它可以对电子设备产生干扰，但是并不会对这个军机产生一定的威胁，除非你真的很靠近它。那我问你，你这样讲下去的话，一个更巨大的威胁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下核攻击，普丁到底有多有底气？这个比较可怕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现在普丁是不是陆军的部队都没了，然后剩下飞弹，对，但是他的海空军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虽然在黑海的舰队被乌克兰这个袭扰，钳制住差不多，钳制住，但他还有太平洋舰队，他还有远东的舰队啊。所以你看到俄罗斯的潜舰最近还有包括大西洋舰队，他还有这一支。是，那最近他就访问了这个古巴，在古巴的这个舰队，包括他的克尔斯科夫海军元帅号的这个驱逐舰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亚森级核动力攻击潜舰克三号，他到了古巴就挑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因为之前上个世纪不是发生过古巴危机吗？对，虽然这个世纪没有再这样剑拔弩张的状况，但是呢，只要俄罗斯的军舰他的舰队到了古巴，而且是演习过后呢，到了古巴去呢，美国也派了军舰跟这个军机去监视着他，盯着他一举一动，就在于克三号这个潜舰。我们刚刚讲到，潜舰它可以携带火力强大的口径巡弋飞弹，这个是俄罗斯版的战斧飞弹哦，还有包括搞玛瑙飞弹跟耗时它的这个飞弹，极音速飞弹，3款的这个飞弹，极音速飞弹啊，光是这个是俄罗斯已经开始准备用到最新的武器。为什么？乌克兰他最近发现说，从这个俄罗斯攻击到基辅的这个耗时高超速的音速极音速飞弹，它大概射程大概超过1000公里左右，然后速度呢可以超过9马赫。那为什么发现呢？因为他们在轰炸了基辅的这个飞弹的残骸，发现它上面写着耗时编号 SSN33，而且它上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23066它的这个编号，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动用它极音速武器，是不是哪天它的这个弹药打到差不多，它连这些射程远然后威力强大的这个飞弹或者是末日武器都可能搬上台面呢？看完这一集，观众朋友，普丁只剩5天，刚刚开场说6天，您看完这一集他只剩5天，时间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他真的赶不出去乌军的话，他这是脸上无光，他要被狠狠洗脸。问题是现在的俄军是不是已经不想努力了呢？主要是俄罗斯的民意愿不愿意支撑他们。可是经过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民调机构，在9月中旬的时候，针对俄罗斯800名的俄罗斯人进行一个民调，发现说竟然有49%的俄罗斯人啊，希望这个俄罗斯当局哦政府可以跟乌克兰谈判，然后俄罗斯可以撤军，将近一半呢。对，不要打了。63%的俄罗斯人甚至说跟乌克兰双方撤退一步，和谈吧。是，乌克兰退一步，俄罗斯也退一步啊。也难怪俄罗斯人其实他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其实个把月以来，他不断的去进攻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库斯克后来乌军他又透过海马斯的这个武器呢，去攻击库斯克，然后而且海马斯他可以有这个极速武器的这个作用，对俄罗斯在库斯克那个极速武器，天女散花，啪。急速弹就啪，就好像这样子整个散出去。是，尤其在库斯克，它很多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平原式的，还有一些桥梁，它整个会被炸断，所以俄罗斯的军队就很难再去通过这些桥梁，在库斯克可以去进军去援助他们。不止这样啦，我们现在看到乌
乌军他去围困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阵地哈，他甚至用这个特殊的方式去炸地堡，比如说他先出动无人机去轰炸他，无人机轰炸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无人机跟这个俄罗斯乌军的士兵啊，他会一种协同作战，怎么样协同作战呢？你看到他把这个地堡里面的俄军给逼出来，俄军就赶快跑，那接下来地面上的这个乌军的士兵就去追俄罗斯的这个士兵，哦，引蛇出洞，对，无人机先攻击他，然后把这个俄军士兵引出来之后，乌军就赶快去追着追击攻击。好，你就看到追击攻击最可怕的组合，我们真的关心的这几天没有看过这么诡异的画面，太可怕了。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未来的战场是不是机器人？我们在讲 AI 跟机器人的对决时代，现在看到乌军啊，他用无人机载着这个机器狗，结果呢，他上了战场之后，他把这个机器狗夹住，然后夹住他，因为载重量可以比较大，是，那夹住的时候到战场上放着，不让机器狗开始去追俄军，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他去追俄军，而且他不怕中弹呢，他才不怕，机器狗根本不用怕，他可以做战场的侦察，而且他以携带武器，如果机器狗的背上他在装一挺机枪的话，你看俄军怎么防？所以再加上乌军的这个无人机，他从天空上跟地面上跑的这个机器狗形成一个天上跟地上这样的互相里应外合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变成一个新的组合战，也难怪俄军现在非常的头痛啊。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象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